起劲哟，强壮哟。哎，怎么该好点点爱去啊？心情唔好晓，明日又惹到你呢。阿娇子，很爱文轩呐，才也好嘛。好嘞，去看看。加油！哎，加油！我骗就骗啦！哎呦，我就没办法啦！哎，要救起来，救起来！我给用个救啊！师傅呢？师傅，敲敲，让让让！我给两个扶过去哦！哎，有按难吗？扶！哎！你扶我，你啊！好！哦哦，有嘞，有嘞，有嘞！哎呦，冯姐啊，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啊！冯姐啊，冯姐啊，妈，歹势啦！查迄个事情，我无想老你讲，不过我真经好好想过，爸应该要不要同意怎安尼做诶？还讲叫着阿爸阿姨看到，要怎反应啊？好诶啦，妈，我动摇诶。老爱天数啊，共发。我冇改啦。共好啦，老爱天数哦。哈。妈，你阿奶吼，遐个狗生妹啦，伊传信查某你去。
来找谁买？哦，没啦。么？秋，你还动摇的啦？妈，煮饭啊。把这个拿走，辛苦辛苦，大家辛苦哈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哦哦哦，哦哦，我自己来了，做嘛该有神风的生意啊，对啦，你看一下，我请阿妈来做个脸帕露白哦。那表上去，人客主唔会看唔到。一只哪得呢？也喺我之前带团去法国买个如意，都好用哦。伢面好了以后，还讲要找要用，就查一下嘞。哎，唔排斥啦，唔是排斥，因为没人阿费事哩。我是希望以后能做得上个牧师，照顾英国的父兄。妈，你有做唔错事情啦，太歹吼，你事情就怎么发生过啦？加油！啊！呜呼！来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来，递水。加油！辛苦辛苦，安全无事，还做得无？无问题啦。你要叫啥阿姨？一定无事诶。应该啦。我们阿舅伊应该非常欣慰的。不会，来。你看到佛衣吗？公庙来天书的。你对我爱穿佛衣哦，我还给阿姊的。你还做在大天发本机啊？你讲我来天书，讲我看到佛。莫爱等下就大天发啦。喝水，喝水。好姐姐哦。过来，过来。来来来，进去喝水休息一下。哎呦，好棒哦！哎，相片又冇讲，唔用点来滴咧啊？雅姐讲的啊。啊？你就耐用时寿司哎？初学者装筷是后期饲养茶，防护措施要做好。看，是什么呀？痛哎！厉害！还搞一筷子，没黑暗呢，多吃几摆就会。哦。那你就没问题的，我才说那还做不得，还有矮弟弟啊。来，我教你。吴生啊，过来过来，来来，哎，你用了吗？
你有冇？不是。来，地位嘛改诶，因为你右脚较短，间隔时间不管俺用会跳，你身体资源不会偏。俺右胸都一擦喷发，你等一下。你还给我过来，斯堪纳。韩中，强国啊。强国。安尼。啊，差不多。嗯，好。坐在吗？坐在吗？韩中坐在嘞。坐在了。俺不会嘞。厉害耶！俺是你做的，俺是你的朋友。婷婷啊，我喊你啊！中英，你有莫事？哦，懂反呢，去四郎茶本来就不烂的啊。来干嘛个呀？给我发按摩你。不好意思啦，没事啊。你有没事吗？没。哈尼拜看到就扎唔得，对吗？哦好，今日真啊，今日本意。系唔系工程师就爱电脑？你怎来咧？你说完了？你看你，他都安呢。你用的俩？这走后就进来啊！你还有礼物，爱不你哦。好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你要买超黑吗？给你买啊。小哥，拍摄啊，今天可以做生意。不会啊。你做嘛？佮遐个朋友，我才讲，忙出轨之前，还得就已经分手诶。佮你只讲你妹，还有冇答应？给你买啊。福义，你先转好诶。啊。你着下礼拜怎讲？好，来转来。拍摄了。小哥，拍摄啊！哎，家叫安呢，喊做这去。有宽松，真见动无礼貌哎。你讲爱吃不爱困，是哪一只小妹？伊讲伊无答应你，是哪一只蒋小妹诶？不爱敢听一下做唔得啦？来说宝嘞，失恋了，忙恋爱哪会失恋啊？
运用诶。不好说。哎，翻忙事贴二姨奶，宝宝抱诶，你慢慢说。哎，那老你讲哦，其他诶无强用哦，那本期起人都转去退呗，安尼就唔好咧。你莫讲诶，我提醒你哈。啊，你就老爱讲啊！你又唔讲，小小屁屁，爱死诶嘿！我想讲，伊先转去了，转去转台北啊？去饭店，伊爹咪有事要做，我弟爱待长久哦。爹咪有事爱做，通去。伊送伊个东西，阿妹有礼物咯。伊真认同贴心呢，那长久以前有老去讲过一摆，伊还记得阿好生也拣个凤梨酥。你应该最爱去画家诶，其实那深度诶，在越南的二手市集，看到两包发，就老你买转来啊。希望几组的带本人多一些灵感 ，miss you and love you as always。看起来就完全无想要变数哦。干嘛个呀？用诶！你莫跟着有素质啊！我真都莫衰啊！今日老外无看，天风擦枪枪啊！佮老外讲嘛个自然课实验，啊，通今日讲罢了啊！哦，莫看莫看啊！安尼，好，然后伊拿一张，后边拿本领好冇？好，哎呀，拍摄呢？唔会啦！哦，好好，唔会唔会。什么嘢啊？安子说嘿？冇关系冇关系。好好。有素质啊！冇录音啊！会啊！是冇叫啊！冇看冇看。等下把嘴，你都死无命啊！小哥，你去香菇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没给账。当然要被阿醉没品。啊？这些送到我家，我家的地址就写在上面。没问题哈，那我先走了。有礼貌，门没锁。啊，帮我放厨房，拜托，谢谢。哇，你真的帮我当佣人哎！啊，好啦，我这局快打完了，帮我放一下啦，谢谢。Bye.
看不出来你国三嘞。怎么可能？那是老师帮我跟别人要的旧课本，让我拿来练习用的啦。那你不用上学吗？去过点名完就回来啦。现在上的课太简单了，无聊死了。你那是不是我的手机？你怎么可以乱拿别人的东西啊？我没有乱拿，只是借来玩一下而已嘛。谁叫你车上不卖电动？我车上怎么可能卖这种东西啦？谁会买？你要的话，跟你爸要就好啦。我爸才不会买给我嘞，连手机、电脑都不让我碰，小气巴拉的。一定是你爱搞破坏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那是他怕我会用手机、电脑之后，一下子懂太多外面的世界，就跟我妈妈一样，跑出去又不回来了。这样他就变得孤单一个人。Yes， 破关了！啊，你看最高分呢。那还你，下次还可以再借我吗？我刚才看到还有好多有趣的解谜游戏，拜托嘛。再说一次。拜托嘛。好啦，我再下载给你啦。嗯。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所以县府的专案办公室这边啊，目前已经有了中科大、林科大、环亚科大、资策会啊，以及工研院等等的资源，我们还会在陆续的增加当中。所以只要在这些区域内啊，执行地方创生计划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跟县府的专案办公室这边申请资源协助。海水，请问这什么地方创生改建的社区营造到底有什么差别啦？对啊，较早爱军斗三工，舞一挂活动来吸引观光客，这是要创啥？不好意思，这部分你先稍等我一下。动机不同，范畴不同，手段自然也不同。正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办公室这边呢，为了要吸取国外经验呢，来启动本区的地方创生计划呢，我们特别聘请了专业的顾问团队来做提案与规划。我们现在请专案负责人邱宽祥先生上台为大家做说明，谢谢。关于这地方创生呢，首先大家一个想象，这想象的核心是什么？我用最直接的三个字，拼经济。以前的社区营造呢，大多只是凝聚地方意识，地方创生呢，最主要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可以永续经营发展的经济体，创造就业机会，解决人口外流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它的范畴更大，牵连更多，利益也更广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哪个单位？地方创生管理顾问。我知道你要问的是，像我这样子，对在地不懂，看起来年纪又这么轻，好像没有什么实务经验的，要如何带领大家？事实上，我在接这案子之前，我已经参与过无数的 Fortune 500企业组织再造。我相信在地的革新跟企业竞争力本质上并无不同，而我擅长的就是竞争策略。B 公司在企业的资源呢，也是我们的优势。那如何让企业能够下乡投资、当务之急，我们就要尽早理出在地特色。届时在访查上，还需要大家多多帮忙。是现炸的，嗯，浓厚生哎，暗厚生，又猛又慢。外面暗很凶啊，不过记着讲，行步脚总爱水果就生唔脱嘞。
还蛮多乖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没关系啦，加油。没事啊，不过总知道我大伯做某个事情张口一次就懂顺利，不过啥不是这样的时间久的就懂难的，反正没某个进步。我从这个时间没是你这种心情哦，一模一样，但你非亲行事都无简单，张师傅根本你做诶同好诶，结果，所以讲蒙风起来，又知道，哇塞，你还买介贵东西呀、啊？同兄一种表，叫你用个啥？体察咯，运通一下，让大自然疗愈一下。我听说玉行的想法。嗯。哎，托哎，哈尼拜，那叫有限，我怎能扣下脸呢？你敢做的？有嘛该做唔得？恰恰联系来，还做得扣下参加哈尼拜的逍遥游车赛啊？哎，没做唔得啦。哎，嘿，你去甲讲，我想按你母亲步哎，先定一只目标。要去完成，就会有成就感。娘哎，我会加速挑战吗？哎，没没错啦，就你看哦，单车赛只是小 case， 还要你跳伞、攀岩或演不可能的任务哈、哦，那可以捏不卡先先可以做哈、哦，拢没问题。唔去阿沃卡，唔去广告诶，见男朋友真耐咧。唔去找你兄，你太搞机会啊！讲嘛该啦，弄死未来男人该得问清楚嘛。把阮用诶问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！爱同唔讲啊，这世界上吼只有两种男人呐、啊，第一种就是像我一样帅到分手，第二种啊就是还没有开始哦就先喊投降输一半。请问你要当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？ Why now 啦，你要暗恋 QQQ 啊，那很矮齁，是吃饼的。刘家辉，我爱中意你。哦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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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嘎嘎脏啦。佛爷啊，嗯，今本日弄春暗色，春唔多两钱呢。系啊。玉清用微买暗色，假设个无准，咪较少住。小凤阿姨呢？小凤阿姨用无来买？佮无卡因带医院爱开刀，咪无时间好住。走个走，路个路，搁暗呢，唔知爱用个做。所以爱知道哦，爱买骗个东西。嘛个东西？像已经买个三 C 产品，还有其他爱。哦，你最好莫老爱乱个哦。今本日果汁含醇含多。哦，浪费！爱的，爱会说啦。做生意，莫是用会得结果。你吃诶，都是万一。万一有乜个万一，爱会负责，好冇？情味道甜多，昂眼璀璨，青翠太高。
妈，俺不要是马盖。哎，萱萱。你用的俩？坤雄讲叫伊伫遐待一晡的。嗯，韩慧阿姨做的较好势。阿妹啊，你用来做就无安好势。其实你做安胎，还愿意做本事当好的啦，几好嘛？韩慧更用啊，比来比去，两个多月没见了。无去深记哦。佮讲，无老记的未来请求请转来，就唔是去深记。还在电话上臭骂了我一顿，说要我跟你道歉，还没有把这个儿子教好。不会啦。你最好是嘞。两位公爷们，我们抽啊。他说我没有体谅萱萱的心情。这次我在越南认识一个画家。我跟他聊过之后才发现，原来艺术家是非常容易焦虑的，不知道画什么也会焦虑，画不出来也会焦虑，画出来了卖不出去也会焦虑。奶吃豆连人家按油面没穷用，所以萱萱这个阶段会焦虑也是很正常的。我应该要多多脾气，不给支持。我跟着我这次从越南回来啊，我就跟老板讲说我要选 local 的案子，案子小一点没关系， at least 至少可以多陪陪萱萱。这样我一样向你投入吗？有草青年龄就不会啊，我有信心，就算不是公司 first priority，我一样能够让老板看见我的 performance。再说啊，这次我回来这个案子是要重振地方的经济，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阿姨跟萱萱的家乡，做一些实地考察，拓展一些人脉，之后这些资源都可以帮到萱萱。你跟我实地考察，还记得萱萱，你之前没有做？黑某，那你等候啊。如果透过这种非官方引介，我会对地方了解更深入，对案子的帮助可能也更大。哎，黑某萱萱，我就自由天数给收听听其他一句。嗯，我就滴，你一定不会乱买天数。你好，亲男的自由来用啥？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几个月我想你想到睡不着。汤滴给，供给不打不起。黑整形发，你兄弟，我这几个月在做什么吗？做嘛干？也对这位画家省红了给你啊。你看我还去老给好发图。你还记得我跳白最脑上美术课完全没艺术细胞。你还会动你马该就该走。我马该不动啊。我兄弟从做黑不黑正经冲你公安呢。没办法鬼吧。智能平感工，结果嘞，还给用时候发图，还不能笑。唔会啊，懂好啊，懂铁树。
总共一支，我得下卡做弟弟娘的心情。爱对某开始发抖音，本来就没简单。你已经很勇敢了，我不应该这样苛求你。要计划，一步步来。国才讲，我本人看你的作品，应该是一定有诺。你先见哦。连你做马街，好好加油。再过几年，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成功。下一拜 ，I'll be right by your side。Hand in hand, shall we?用啥寿司哦？看来就随便落个男女是那几个。哎，神经病哦！做多少用这么开啊？应该要扣你大天呢。阿姐，你很多问题嘞，我交代可以出征。修武的。如果个同你讲，真正个男女，用顺就随便落，干来嘛气泡屙尿。你是凶的、啊！哦，唔好，爱系大铁店家的头家娘，唔行爱咖啡就好咧，便便爱来为你修改。师傅你，给多多麻烦。你两啥应该唔系男女朋友啦，吼？啊！又讲话了哟。哎，你用这西装啊，还蛮帅的。帅帅有嘛个小用？啊！哎，做嘛个爱批判人个条路？迄个是要卖菜茶。Sorry， 哎，之前没唔对啊。俺老多很简单的访谈行程。没事做嘛，该嗨嗨滚。没事啊。没事。嘿啦，没事啊，你就会死动眼巴啦。我唔出。我唔出了哦。所以卖菜车是从921之后才开始有的咯。因为921给管黑，那时候物资缺乏嘛，我爸就推着一台小小的卖菜车到处去一些有需要，然后就半买半送的这样子照顾大家。那因为真的啦，不骗你们，这都熟悉嘛，对不对？我等我做恁丈做二三十年啊！哎，你爱迪马盖斯啊，满爱就冲的，冲不冲不冲冲冲！冲啊！阿舅伊真运动厉害哦，从拜老林才演家，咩阿舅伊出来功夫的？哎呀！哎，冲哎呀！老人老公啊，头摆一阿舅就介绍的呀！有听无？有听无？有啊！三舅哎！哦！斯文秀气，哎，好人才。哎，老你介绍我朋友吗？不是阿姨，还有我朋友哎。就在你俩面前啊。哇！妹妹呀、啊，其实有男朋友，用把毛糖给讲过啊。没啦，因为之前分开过。哦。
你用啥？好转起来嘿啊！哎呦，男朋友这尼啊缘投，看到电昏去啊，还佫冤家。嘿呀嘿呀！哎呦，你遐侪回还佫较好电哦。对。你老爷们穷用暗笑的，西门也就会暗呢。眼光好，挑对男朋友就错的呀。给他们个祝福吧。回树林好吧。你在想女朋友吗？啊？我爸爸每次想妈妈的时候也都会这样。小孩子懂什么啦？不要乱讲。电风扇我修好了，你再拿去还给人家，记得跟人家说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，知道吗？好哦，反正我下次会拆别的。你怎么欠揍啊你？好啦，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果然是被甩了。差点忘记，干嘛？没有。松本你。电脑。我还不是爸爸的哦。当然不会啊。有了这台电脑啊，你就不要再去拆别人的东西了，好好利用它，知道吗？哥哥，你以后可以多失恋几次吗？谁跟你说我失恋了？你的脸啊。你的脸才欠揍。嗯，好了，开玩笑的啦。谢谢哥哥，别人不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啦。还有，我知道你，你放开啊，我要回去了啦。哎呀，用个 fight 啊，松败喊好好的啊。我就老你讲啦，那本印章就无爱读。哎，来问你，佛医、中医、免治个么嘢？你用无人来讲？妈傻弟呀，你见色忘儿！好，全世界给你都敌，你阿娇姨吼，老你个心求松本印。娘，哈，顾唔到西妹诶，系阿问题呀、啊。人家款项慢慢转来，他就爱把握机会，哈！他用事那些古董，那基本业就唔会落亏耶。算了嘿，摸摸搜搜，众多哑巴。我看到就气，我看见呀，一生人就前面都死满。哎，等一下，要再来吃饭吗？冇。阿娇姨啊，你看你这种嘴哦，马盖。娘哎，来这娘哎，奇怪啊你！还有没朋友啊？就在你面前啊。你不是之前有分开过？
转呢，又是搞偷练啊？没事啦，你很爱爱做么个？哦，有一只 surprise。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啊？我女儿不见了。喂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小孩子丢了，倒水晶了，嘎。请问你是？我是他爸了，我是。我跟你说，你离我女儿远一点。阿姨是真金，懂中医你哎。爱吃咖啡熊，咖是阿佛伊，啊，有穷你，给做我朋友就好哎。Yeah.